对，还有国防部长郭立雄特别搭机前来探视。那您看到现场呢，是在现场所操作的一个地面作业呢，还是有在进行哦？那么刚刚呢，这个赖清德总统啊，他下飞机的时候可以看到他穿的身上呢，穿的是这个军服，直接穿上身来听现场的一个操作。那其实今天主要模拟的是主跑道遭炸滑行30分钟内变身战备跑道的这个项目哦，但是因为呢，这凯米台风禁闭的关系，所以空军的起降、这加热油操作的这些操演呢，今天是因为天候关系取消了。不过总统赖清德还是到现场来视察，来关心国军。